不行的，小凡，我修为才刚入道中期，大长老他们都是真人，我怎么能在他们头上呢？我北穹派的规矩，宗主弟子高于各堂堂主，你是我的弟子，能掌控他们的生死，何须害怕？这是他们的神魂玉牌，他们若有异心，你直接捏碎令牌，便是他们修成神境，也会神魂俱灭。这神魂玉牌你拿着吧，以后黑巫教全凭你来差遣。好。拜见门主，拜见大小姐。今日之后，我等一定遵从大小姐的命令。接下来，我会教你操纵神魂令牌，并且传你一门太阴炼神剑，让你修炼。好。主人，这次是去婆罗洲？不错，这一次若能找到地仙洞府，凭着里面的灵脉，我足以把修为再推高一层。随着修为的提高，我对灵气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了。这是老祖出关了。不孝子孙洪千帆，拜见老祖。起来吧，我闭关这么多年，你能维持住洪门的基业也算难得了。雷兄深陷于陈北玄之手，其他巨头也死伤惨重，洪门威严扫地，子孙对不住老祖。这不怪你，连大巫神都死于陈北玄之手，你能与他周旋这么久已算难得。那老祖，您此次出关是？又到了12年一次的地仙开门，林兄传信邀我等齐聚婆罗洲，共开仙府，顺便杀陈北玄。龙堂第12任堂主参见龙主，主龙主法力元身，寿元千载。原来龙堂已经传承到第12任了吗？龙主，您此次出山是为陈北玄吗？旧地重开，故人相邀，不得不去。龙堂与洪门林家历来同气连枝，大巫神仅因为一个女子就被陈北玄打得生死教灭，我难道坐视不管，等着陈北玄踏我龙堂山门吗？恭迎老祖出山。我此次出山，不杀陈北玄，誓不罢休。欢迎两位，我们这里提供各种各样的探险服务，无论是去深海潜水，还是原始丛林冒险，应有尽有。我想找一个精通婆罗洲地理的向导。婆罗洲的嘛，哎，这很容易。给我安排个去婆罗洲的向导，要老手。哎，经理啊，最近去婆罗洲的人太多了，安排不过来，现在都是几个人组队一个向导了。这看来没有向导了，我们去下一家。等等两位，也不是没有向导，只是不知两位能不能组队呢？组队？是的，最近是旅游旺季，向导紧缺，现在还有一支队伍没出发，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。也好，反正只需要向导指点一下方位，到了婆罗洲后就可以自己去寻找地仙秘藏了。那太好了，负责领队的向导绝对是我们探险社经验最老道的，整个婆罗洲他都了然于心。不过队伍中有一位身份尊贵的女士，是我们这里的拿督，请两位尽量不要触犯，否则是会处以鞭刑的。身份尊贵的拿督？拿督是我们这里的贵族，在他面前千万不可以失礼。尊敬的拿督阁下，不知道可以让他们参加到您队伍吗？让他们参加？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婆罗洲中部的无悔谷，那里是婆罗洲最危险的地方，凭他们两个可以吗？无悔谷？这不就是地仙秘境所在地吗？我们此次的目的也是无悔谷。就你们？你如果能打败我的保镖，我就同意你们参加，否则我才不要带你们两个累赘。他叫赛沙，你们要是能打败他，我就允许你们参加此次冒险。小雪。是。
一个女人去打三杀？砍招！他怎么这么强？这个看起来柔弱无力的女生，竟然轻易就折断了三杀的手。还要再来吗？小姐，那个女子是个武道高手，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。行，算你们通过。诸位贵客，准备出发吧。诸位贵客，我们再往前面就是原始丛林了。你们真的不带任何东西就进这原始丛林吗？不用，一个小丛林罢了。这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以这个距离来算，离无悔谷越来越近了，最多还有300公里。主人，这里面真的有地仙秘藏吗？会不会充满危险？你尽管放心，便是那地仙还活着，也奈何不了你家主人。哦，停下！你们是何人？也敢来闯这林子？不怕死吗？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抱歉，对不住了。那家伙好像只有元婴修为，半个月连破三阶，开挂了吧？开挂？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儿，我靠的是抱大腿。小子，你要是不给钱，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。哼，陈医生，你快想想办法。会治病？开什么玩笑。我去，福哥，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，双双变这么牛的。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。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大祭司，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？是说这个东西吗？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是一个废材人族啊？我老婆是魔王大人，每周五日上午10点更新，不要错过哟。仙门弟子来到都市，竟成豪门气少。我本低调，逼我嚣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猖狂。最强气少，火热开播，一样的热血，不一样的崛起之路。